好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经文咧，我都觉得系好深刻嘅。大家咧有冇试过咧为人祈祷咧？有啊嘛！你哋有冇信心咧为人祈祷嗰阵时候咧系点样啦？但系咧经文咧就话俾我听咧，吓佢话咧如经上所记咧，神为爱佢嘅人咧所预备嘅。咁我有时咧我都会系谂，我为人祈祷嘅时候，其实咧有时都心驚驚都好驚，唔知道做緊乜嘢。喂，我識得憑我經驗，哇！祈禱啊點算咧？啊夠唔夠力咧？嗰、那個人明唔明咧？好多嘢咧都以為我自己都係有限公司嚟噶嘛，邊又會咁叻咧？但係咧，我頭先去睇聽呢個節經文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咧原來咧神嗰種嘅屬性係話佢係好愛人。我愛人到神嗰種嘅愛咧，係已經為咗一啲失喪嘅人、唔開心嘅人，或者佢好想得自由嘅人咧，帶到嚟我哋嘅面前。我哋透過因為信耶穌，知道耶穌佢嘅權柄、佢嘅能力係超過我哋所想所求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為人服侍嘅時候，其實咧係神主動將佢嘅恩典咧從天而降啊！以致我哋有信心咧，得著呢個祈禱嗰個力量、服侍嘅力量，咁我哋咧就唔同啦。本來好驚嘅，但係神話啊，佢喺承諾咗我哋，只要我哋信嘅時候咧，再信主嘅人咧，凡事都能。咁我哋愛神嘅時候咧，神都好愛我哋，已經主動咧白白將我嗰種嘅恩典同埋能力咧，其實已經俾咗我哋。只要信嘅時候，做嘅時候咧。對方是感受得到的，我們又可以問回神，他說有很多呢神預備了的了，其實我們不需要害怕，即使可能有些人呢是因為可能 不開心、有些事情有你試都未試的，或者可能他是、情緒 很混亂、或者他、會有一些邪靈的時候，其實我們、不需要即係為咗我哋自己做得幾多而好似咧卻步，反而咧，我覺得因為神愛呢個人嘅時候，只要我哋擺上嘅時候咧，為佢祈禱，將佢交俾耶穌嘅時候咧，咁就唔同喎。所預備嘅咧，雖然我睇唔到，我唔知道神喺我生命裏邊會做啲乜嘢，但係我感覺得到咧，神係服侍緊佢，幫緊佢，咁就哇係。又不同了，這個不是我的能力的問題了，是神的能力透過我成為一個器皿，以至做了的出來的效果是聖靈的感動，神會帶領到這個人去到他的面前，以至這個人即使他未信耶穌或者信了耶穌的時候，他的信心會投放在天國，在神的裏面。我很深覺得就是即使我們不是說我們自己的經驗，而是靠著神給我們的力量，以致在禱告的力量，義人所發出的祈禱是大有功效的。這個義人呢，其實這個世上沒有的，但是因為神告訴我們，只要我們信耶穌的時候，因信稱義，我們就能夠靠著耶穌呢得到這個祝福，以致來為對方去祈禱啊、可能我們都即不明白，但是不要緊，神都祝福我們，神那種的屬性和他的那個恩典 是只要我們信他的時候，去跟著做遵循他的話語的時候，那就能夠可以、服侍人幫助人，帶到給人一種、意外的平安，這個平安是從神而來的。我相信呢，大家都能夠可以透過、神的祝福，因為抓住神的應許呢就已經有力量了。那呢我因為我自己呢都是、在侍奉神的時候呢，我很看重呢是神為愛他的人，其實我們即使我們做不做得到都好，但是神是愛他亦都愛我，所以呢透過這樣的服侍和被服侍呢，其實那個祝福都會臨到的，信就可以做到。今天你預備好沒有？大家都預備好了嘛，那我們就繼續去為上帝來去祝福其他人、祝福、
恩典咧，我記得神咧喺聖經咁講，大大張口就大大充滿。你只要信嘅時候咧，你就嘗試透過喺神裏邊嘅感動咧嚟幫人啦。啊，祝福大家都能成為一個喺神個裏邊咧被用同埋被愛嘅人。多謝大家。好多謝。好好，你咧係身體動作啦，聲音好清晰啦，好大聲，好夠聲啦。咁我想問你，正先你所講話祈禱嗰啲人會經歷，咁你要即係我就唔好聽到你點樣同呢個經文嘅關係啊？即係你冇好清晰將祈禱點解會？即係你正先話喂祈禱，咁如果祈禱咁同呢個經文嘅有咩關係？我就唔係好聽到呢樣嘢。其實祈禱，即係有時我哋唔需要諗係為咗咩人做啲乜嘢嘅事咯。其實我只係覺得喺祈禱裏面，神愛佢嘅時候，只要神想做咩事都可以噶咯。係咪咁㗎？即係我又覺得其實唔係我哋做乜嘢咯。就係清晰嘅問題啊！即係我聽嘅時候，聽得好清晰。咁我如果我將你嗰個形出嚟就係話，好啦，我哋咧就為一個人祈禱啦。咁我就諗住想點或者希望點樣啦。咁但係神咧就睇到嗰個人嘅情況啊，神睇到嗰個人嘅需要。已經知道。佢知道咧，跟住佢有個心意喎。呢個心意係我冇諗過喎。神咧心意咧，可能譬如我只係諗住為佢話祈禱話得醫治咁啦。但是神的心意咧，係我諗都冇諗過嘅。神咧要透過呢件事咧，將佢生命改變、更新。但我冇諗過嘅。但係祈禱嗰時咧，可能神有好大嘅感動佢，就話係唔係我諗到嘅，而係神咧，佢一早有呢個主意，咁就話我眼睛冇睇過，神咧會喺佢生命中做嘅工作。即係攞到，即係將呢個經文咧拉個關係拉得強啲，強化啲，清晰。我有一個例子就好明顯嘅，就係我去馬來西亞去宣教嘅時候，其實喺議員度裏邊咧，我唔識講馬拉話噶嘛，我又唔識講普通話噶嘛，咁其實語言不通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為佢祈禱嘅時候咧，神咧就透過佢嗰種嘅感動咧，為祈禱，但係咧。佢係不停咁樣喊咧，佢覺得好感動嘅。咁當有個翻譯咧行翻過嚟，話即係做完祈禱服侍嘅時候咧，嗰個婦女咧就話俾我聽咧，好好啊，頭先為我祈禱啊，神咧就改變咗我啊，知道咧我有幾慘啊，而家好受安慰。咁我又覺得其實唔係我哋講啲乜嘢咯，而係神將。嗰種嘅啟示或者佢將個安慰咧落喺一個人嘅裏邊嘅時候，其實神好愛佢，知道佢嘅狀況，以致佢能夠得到安慰、得到釋放咯。咁依個就係嗰個生命嘅例子。不過頭先可能我嘅演繹上邊少咗一啲嘢。係啦，即係你強調就係話神知道佢需要，神就喺佢裏面做嘢，就係人冇諗過，人生冇諗過，神就做呢樣嘢啦。OK， 好，感謝主，感謝主。嗱，有一樣嘢我留意到你嘅。你中間有一段時間，最後呢段時間你就望我咧，同埋望有啲人，你有好長時間望嗰度嘅，你有冇留意到啊？你知唔知道？避一避啫。